国家嘅？你又考我，我梗系知啦，中国啊嘛。陶瓷系中国工艺历史最悠久嘅一种，由几千年前咧手捏低温培控咧，到而家瓷胎薄，而且工艺又精美嘅。嗯，都考你唔到喎。你知唔知陶瓷咧系中国一个标记嚟嘅？佢咧所以有呢个瓷国嘅美誉，仲出名到啊啲外国人啊都会嚟买啲产品嘅。知点解？因为佢有传统嘅味道啦，有中国特色啦，啲精美嘅手工又够晒吸引，所以佢哋都争相去购买呢啲嘢噶。因为佢哋觉得呢个艺术咧，佢哋好欣赏嘅。哇！我见到里面咧有好多好靓嘅瓷器，你即刻带我冷静下先啦。好啦，带你冷静下，周围睇下啦。瓷器可以用嚟观赏，亦有实用嘅功能，而且艺术同埋技术都相结合嘅。佢要求外形美观，亦要有艺术性，又要求经济实惠。呢一种要求令到呢个陶瓷艺术慢慢发扬光大。无论喺原料选择同埋加工、成形同埋上釉、烧成等工序上面，都有一个精密啦，一个好仔细嘅技术嘅。景德镇制工艺要经过72道嘅工程，我想而知道呢个工程系几咁庞大、几咁艰辛，而且技巧系几咁精细啦。呢种工艺又系陶工通过长期嘅实践，不断改革、不断改良、精益求精底下，而慢慢咁提升嘅。富有浓厚中国民族特色嘅中国陶器，自7世纪嘅唐代开始向外输出之后咧，喺世界各国掀起咗一股中国陶瓷嘅风气。外国啊嚟到中国去买一啲陶器咧，往往供不应求噶，所以令到世界各地嘅国家都争相去模仿中国瓷器噶。你话中国瓷器几犀利？我哋又嚟到澳门啦，嚟到澳门梗系介绍啲特色建筑同埋景点啦。你系咪见到呢度景色好宜人、好靓呢？夜景咁靓，系咪好想知道咩地方啊？冇错啦，呢度就系好著名嘅住屋博物馆。住屋博物馆好多特色建筑噶，呢个建筑咧充满咗传统风味，好适合一家大细啦、情侣啦，或者系朋友都系嚟到参观噶。而且呢度好近海嘅。海旁边就有啲建筑望一望，你呢度吹下海风，散下心，你话几惬意呢？除咗特色建筑之外，呢度夜景都好靓噶，望住对面五光十色嘅大厦，映衬住这个繁华的星空，是不是好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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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哇，你说跟自己心爱的人来这里坐下，倾下心事，大家谈情说爱，哎呀，想起都觉得冧。
然呢度冇乜人，但系都唔使担心安全嘅，因为呢度每一晚都有保安维持治安，所以你呢度就可以放心晒啦。呢度咪好靓咧，系咪好啱心水咧？仲唔快啲嚟？系胎薄精美嘅喎。都考虑唔到啊！你都知道陶瓷啦，系中国咁。瓷胎薄，手工精。我俾你窒一窒紧口先。瓷胎薄，嗱，Tabby， 我问下，元素系制成一啲金